谢谢两位，让我们掌声有请相声新秀，嗨，吴京、谢楠。你就鱼得太早了吗？啊，有这事儿、啊？肯定有关系啊！你老公是动作演员吧？是的。我们拍的是军事动作片吧？没错。他德云社也打人呢、啊。别！我前一阵刚听说在进。你口活好。我的天哪！我为了照顾播出标准，我都没说出来，我说了个嘴。我，你们电影演员也太豁得出去了。全是被相声界影响。占便宜占不过我们，真的，尤其是我，跟你看张照片就吓死你。来，你忘了那年你出去拍戏了？找你事儿，哎，请讲。他俩忙他俩的，就是刚才我听说我们说半天，就是我们说相声一拍电影就能火上了，巨火！看小岳岳了吗？你搭档？没外人啊，说点实话啊，其实我也想火，是吧？就我也想挣钱哦，我也想就脱离德云社。什么？不是，我也想给德云社挣钱。哎，转得漂亮。因为这个，你看吴京他拍那什么《战狼》啊，挣多少钱？不多，5.14亿。5.14亿还不多呢。不多不多，分到手里没多少。我一分都没有。我跟你这么说啊，就是您和吴京是吧？你们俩这么熟？啊，多新鲜呀！我俩结婚3年多了。哦，有证是吧？啊。那个，你跟吴京说说，你在我这个戏，是吧？你带着点我。哎呀，拍戏的事儿是不是？啊，对。这事儿不用问吴京，问我就行，因为我是制片人。你们夫妻店？啊，对，孙二娘他们家也这么开。孙二娘家是黑店，知道吗？对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。对，就是你说话算数。算数。吴京听你的。听我的。哎，你推荐推荐我，你不就是想要演角色吗？我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其实我跟孙越孙老师是非常多年的好朋友。你认识好几年了。没错，昨天我刚刚找人问到他的电话号码，然后咱俩这朋友白交了，我告诉你。不是，我特别是好些年的朋友。我特别欣赏您。我也欣赏。因为我一看见您，我就觉得您骨骼惊奇。哎呀，什么词儿？骨骼惊奇，我自己都摸不着，你能告诉我惊奇在哪儿？那就得我呀，我慧眼识英才呀，我一看你就觉得特别适合拍《战狼》的续集。哦，《战狼》的续集，没错。什么名字？战猪。是。那是量身定做呀，那是。那可不是吗？哦，对呀、啊。您这意思，我能来这个？您就是这战猪的男一号，怎么样？我这男一了，男一号。天哪，我立马就红，我告诉你，那红了我就走。对，您就可以脱离德云社，迎娶白富美，走向人生巅峰了。你说的这血脉沸腾了，都是他们，是不是？哎，不是，我是男一是吗？男一。这女一是谁呀、啊？我。哎，不是，制片也是你啊？你也是你？是。这钱不够你们家挣的了。看出制作成本缺钱了，这是。哦，你是你，你是我呀。那咱俩在戏中是什么关系呢？我们俩的关系很复杂。你不是在里面演战猪吗？我来这个啊，我是战猪的
姑奶奶。对，他是站住。姑奶奶啊，那姑爷爷是谁？吴京啊。您等会儿吧。啊，怎么了？不是我男一吗？怎么还有吴京啊？你先别管姑爷爷的事儿，虽然我是你的姑奶奶，可是我跟湛珠在戏里有着复杂而深刻的情感关系。我跟我姑奶奶有感情，我能跟我姑奶奶有什么感情戏？不是你想啊，我刚琢磨过味儿了吧。我跟你姑爷爷练功，夸夸夸一顿胖揍，这是练功，又累又渴又饿的时候、啊、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就支持你给我买点心去。哦，这是说这是感情戏吗？买完点心回来呀、啊。回来咱俩就有感情戏。嗯呢，怎么样？哦，这买点心是个引子。是个引子。一买点心，那就感情戏。你就说演不演吧。演。而且我告诉你，我给你设计了一个特别棒的开头。电影这一开场啊。给我设计。啊，给你设计开头、啊。您说，我听听。电影一开场是一片头，然后咵黑幕。整个黑屏黑了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就用最大的黑体字写上主演孙玉。那看得见吗？那个，这不全是黑的吗？那不闪光啊，啪一个闪光，片头就出现了湛珠啊，湛珠。然后我还不是湛珠明显呢。然后紧跟着你就出场了，我出场了，你出场了，你就哐哧哐哧哐哧一顿跑，紧接着我在后面喊你，我喊你还得答应着。哦，喊什么呀？我说湛珠。多难说这四个字儿，哦，站住啊！出彩的时候就到了。这怎么出彩？你这时候一站住，然后一回身，仰脖一吐，吐出一口水莲花来。哎呀，这叫水莲花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口吐莲花。狗吐莲花？什么？您把耳朵拎拎吧。什么叫狗吐莲花啊？我不，你不是狗？口吐莲花。口吐莲花啊，是什么玩意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这是咱不说买点什么，你就别等会儿，别着急，先别提点什么的事儿。我们作为一个工动，对不起啊，我们作为一个动作片儿，我们作为一个动作片儿，对，你不得有点绝技傍身吗？你得有硬功夫呀，是不是？你们是动作，对呀，武打的，没错。我还有，那我不会，我什么功夫这？我口吐莲花这门技艺就需要我教给你。这是一绝技，绝技！我教给你之后，你就可以名扬四海，脱离德云社，迎娶白富美，走向人生巅峰。哎，这套还真熟，你是吧？哦，那就我这就红了。没错。完了，我这绝技一练完就买点心是吗？你别着急买点心，你学不学？我学学，我着急感情戏，我主要是。啊，行行，感情戏在后面呢。哦。学是不是？行行行。首先，这口吐莲花不是一般的水，我这拿一口水进来之后，咕嘟咕嘟就能给喝了。哎呦，听得这么玄乎呢。嗯。哦，拿口水咕嘟咕嘟给他喝了。嗯呐，您这不如我呀。你怎么的？我拿张饼，吭哧吭哧能给他吃了。哎呀，这叫什么能耐？这还气功呢。我不光喝了，我喝了完之后还能吐出来呢。嘿，这我还不光吃了，我吃了。您怎么的？吐是不大现实哈。啊，我这不光吐出来，我吐出来能变成一颗水球，绕着这北展剧场啊，滴溜溜溜溜溜这么转，转上三圈，最后在剧场中间啪破出一朵水莲花来，水莲花上还站着一个大美女，还大美女呢？谁呀？贾玲。你歇会儿吧，哎呦，女神！我跟你这么说，贾玲还不如岳云鹏好看呢。哎，我看她干嘛？哎。我说的就是他，看见没有？你没岳云鹏好看，怎么了？啊，你好看，你好看，你好看，你真漂亮，女神。你别轻易招了，我怕他咬我。这瞬间女神就女神就不就是就甭管美女是谁，就是我就练这绝技，你就练这绝技，练完在片子里我就硬气功，我一吐这个，你就能当男一号了，一举成名，一举成名，我就红了，没错。哦，那买点心是什么时候？别老惦记买点心的事儿。着急这样，练这门绝技，你得先给我找一样道具。哦，您教教我这点。对，我得教的，您得学艺呀、啊，而且我们得把这一段演练一下，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资质。哎呦，这戏里就对手戏里。是的。没问题。好，我就爱演这个。那么首先需要你为我找一口锣。找什么？锣呀。锣干嘛呀？特别简单，我练的这项硬气功是需要咒语的。
我要呼唤四面八方的神仙来帮助我，我这一敲锣神仙就听见了，神仙就能顺着这个锣音找到北展。您这还神话剧啊？哦，就是您这个练这个猴肚莲花得有咒语，没错，完了得请神仙，哎，完了拿这锣呢把神仙聚在这儿来，是的，这锣起个定位的作用 GPS。你看这正经这英文玩意儿，啊，就这锣是请这用的。对。那我看看有没有，那咱戏班我不是走没走锣？戏班锣也没在。后台有锣吗？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后台。等会儿，别，不用麻烦后台。我看您这首级就不错。哎呀。那个谢楠同学，我纠正你一下啊。怎么的？这个砍下来才叫首级。哦。长到这儿叫脑袋。脑。是挺呆呀，我叫脑袋啊，哦，脑袋，你手机行吗？谢谢您教给我，你我的脑子，您就拿这个脑袋呀，嗯，先当回罗使，当男一号，你得为艺术献身啊，是不是？为艺术牺牲啊？您看你这360度无死角的罗，你们家罗是圆的是吧？是吧？对对对，3D 电影啊。不是，就我明白，就是拿我的脑袋，就是，表现一下这个罗。没错。哦，那我这是罗，那敲锣得有罗锤啊。后台有斧子吗？这回来。你是砍一下改手机了，一会儿不是，脆声这动静，咔嚓，太脆声了，没有，还砍两下还，啊，那斧子一下死了，那你给我找个代替的也行，你不找罗锤吗？啊，哎，这个，扇子，行了，这来着，这凑合，这我们舞台上有，知道吗？我们先试试这个锣音儿，还试锣音呢？啊，就是你这敲锣，那对，敲锣，拿你脑袋当锣啊，拿我脑袋是吧？您那个使多大劲儿呢？我应该。谁说往屎上打的？你来，来啊！您耍流行好了，就我脑子精准现在。来，准备好。哑巴锣呀！什么叫哑巴？你见过我锤打下去锣没声的吗？你们见过吗？不是，你等会儿吧，你等会儿吧，这打脑子都啪啪的，还没声呢。锣能是啪啪的吗？锣是哐哐，我这打下去，你得拿嘴模仿锣的声音。你说哐哐，你早说呀！啊，怪我，就是我拿嘴学锣音儿。没错。啊，您来，好，再来啊！哎，嗯，走这儿，哐哐，吓死宝宝了！你演个惊悚片儿啊？我打完了你才响，你这是回声锣是不是？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快着点啊！你快着点不就完了吗？来，哐哐！恭喜你都学会抢答了。不是你怎么的？不是锤到锣响，我打一下，你喊一声。哦，你说配合好点，配合着点。锤到锣响，对，来，您来，这还不简单？哐哐，哐，哎，哎，哐。哎，等，你等会儿，你歇会儿，动作片，你别动作片，你坐着。为什么？像话吗？干嘛呢？您这有没有准儿啊？您这跟我这画着龙呢，还是还？你告诉我准数，给准数行吗？因为我这肉的，知道吗？那两下，就两下，就两下哈，就两下，就哐哐啊。那个，就我这满足您的要求是吧？就是您得满足我要求是吧？行。就是您把这个锣锤能交给我吗？我自己打，因为我怕您那个老够着我肩周炎犯。我的天哪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一个人。暖男。你好，终于找了这么一个制片人，我告诉你，那就是我自己来是吧？对，您自个儿来，但是你得下力气，神仙喜欢实诚人，你给大家敲一下看看。不是我演这，我真能红是吧？真的能红，想不想当男一号？想不想脱离德云社？有多想使多大劲儿啊！我怕给自己打死我。啊，你现场不打死郭老师，到时候也得打死你。你听着啊！哎，哐哐，好，怎么样？你问问现场的怎么样，行吗？不行，我不走了，不行吗？干嘛玩命？我男一号是男一号，后面还有好多线儿呢。啊，这行，锤儿就这样了 啊。但事儿还没完呢，你还得给我找杯水。水啊，哦，就吐出那个水灵啊，可不是吗？那水有什么要求吗？
这得看您有什么要求啊。您要是给我来一个白开水，我就给你吐一个白的贾玲；你要是给我来瓶可乐，我就吐一个索马里贾玲。我尽量找个透明的。感觉有点居心不良啊。行，就得治治他。哎，水来了。行，慢点。谢谢谢谢。差不多了。好。行了，哎，喝。姑奶奶，行了，哎，姑奶奶渴着根儿，姑奶奶行。哎，好水。吴京就没管过你水是吗？制片方也不容易。您这是道具，你怎么就？哎，那后台过来给送盆水，送盆水，送盆水来。怎么德云社不管水吗？这玩意儿，你姑奶奶这么喝不行啊？哎，来来来来来，你先过来。又喝了一会儿，这道具知道吗？嗯，开始开始。你竟敢吼你的姑奶奶！我姑奶奶沿海的。啊，行，那咱们说请就请啊。行行行，我自己敲锣啊。好，自己敲锣，准备好。啊，来。一请天地动，通通；二请鬼神经，通通；三请毛老道，通通；四请孙伯龄，通通；五请铁罗汉，通通；六请老济公，通通；七请猪八戒，通通；八请孙悟空，通通；九请冯小刚，通通；十请郭德纲，通通。你打我！我打死你哦！怎么了？我这好好你咋错不这俩人？郭德纲、冯小刚，那是神仙吗？哪神仙这模样？神仙也有长走尖的好吗？不是，你问问在座的各位，这两位都是业界的大神，他们身上都是有仙气儿的，那跟他们在一块儿都能沾着点仙气儿，咱得借着点。哦，这都半仙之体。嗯，有仙气儿是。您早说，来接，接来，接来，接来。接着来什么呀？你打断我了，我请神的时候能不能不说话？哦，不让那我一句话不说了，行了，一句话不说也不行。怎么呢？因为我最后得喝水啊。啊，我吞下这口水之后，你必须要前腿弓后腿绷，双手一抱拳，用特别虔诚的声音来喊我一声谢楠。喊谢楠像话吗？喊什么呀？你是谁？我是战猪啊。我是战猪的姑奶奶呀。改港片了，你就得喊姑奶奶。您倒是喷呢，这水凉话就出来了。这水凉话就出来了。到最后您喝水，没错，没问题，咱来。准备好啊！一请天地动，通通；十请郭德纲，通通。马志，说我们领导没包围。这么赶时间呢？早请早到，通通；晚请晚到，通通；要是不到，通通；铜锣相叫，通通；净水泼街，通通；黄土垫道，通通；请神送神，通通；八抬大轿，通通；天也不早，通通；人也不少，通通；鸡也不叫。通通，狗也不咬。通通，抬头观望。通通，众神来到。通通，神来到。通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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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